跳跳跳火一送，跳跳跳跳火一送，跳跳跳咖啡厅下，跳跳我的都没聊。那民进党团观察这百日以来新市府团队的一个执政的一个初步的成果，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全国首创跳票市长，包括了有 GoGoRo 证件跳票、全民染疫慰问金跳票以及基隆捷运跳票。市政府他也已经有开标， GoGoRo 完全没有来投标，根本人家 GoGoRo 就没有办法接受你市政府所开出的这一些招标的一个条件，